灌进去了，然后外面的东西我随便拿，放在明显的位置。走，走，看一看啊，一会儿怎么关？我是不是要关这个？哎，来呀，在这儿了，在这儿了，老太太，拿走了让我。哎，POS机，走。来呀，还做买卖吗？想结账吗？还来找我来，来呀，来呀，来来来来，哎，来这儿了，这儿了，别找了，扫把在这儿，来来，这儿这儿。怎么缺心眼儿？这儿了，来呀，过来呀。这儿了，这儿了，来来，看看，哎，这儿，条子不要了，呀。你光认钱啊，条子不要了，条子。哎，找你？嘿 ，POS 机留在我这儿了。哎，齐活，走，走，我的了，找不到飞机了，找不到飞机，没事儿。给你来个 tomato， 来，来西红柿吃，西红柿也可以飞哟。你给西红柿按俩翅膀让它飞起来吧。牙刷，哎，我先找这个刷子，走，我的，还找足球，你的那足球是你的吗？撂下，撂下，趁着没有人你就拿人家东西，对吗？你以为没有人匡扶正义了吗？滚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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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都是我的！滚蛋！哼！刷子呢？走！你就是我的敌人，敢拿我的东西，这……哎呦！走！走！不对，这里面这个东西太多了，是不是放不开了？走，放边上。空间管理大师，走。我先放刷子，走，走。好，再去拿牙刷。你又在这待着了，对吗？滚蛋！滚蛋！离我的铺子远点。牙刷，哪个是牙刷呢？呀，出来了！哎，滚蛋！小男孩跟他打一架，快点！牙刷在垃圾桶里。哦，我猜。拉个小花花，走，嗯，滚蛋，撂下，走，滚蛋，垃圾桶在哪里？哪是垃圾桶？
右边有垃圾桶。收了这套轻车熟路了，我找垃圾桶啊。游戏机那里，游戏机那里，哪儿游戏机？车库，老太太出来了，老太太，我把你孙子拿走了，滚蛋！还想打我足球的主意，滚蛋！来吧，我把老太太的孙子藏在了草丛里。垃圾桶，垃圾桶，我怎么这儿了？嘿嘿，找你，苹果糊，牙刷。来人呀，摆摊的老太太往他们家车库里头藏公共设施，还有法律吗？来人呀，快来呀，快来看啊，老太太往他们家来呀，快来人呐，都来看看呀，邻居们，老太太往他们家藏垃圾桶了，来人呐。来了，卡这儿，走，嘿，悄悄地把他的扫帚藏到园丁他们家，这样他就永远找不到扫帚了，呵呵，好极了。哎呀，这个好像不是园丁他们家，哟。这要挂着胸罩，到得了园丁这儿。我给拽井里吧，不行，拽不进去。开门，行，我就给搁到园丁后门吧。这回我看你在哄我，哈哈，胜利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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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太太，等着爸爸，哈哈哈！干什么？别着急，一会儿霍霍你们家来。我把老太太家货全给攀到后边去，你等着呢。先拿牙刷，走。没有人管吗？他垃圾桶藏屋里了。老太太，找条子去吧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了！哎呀，急的，跳脚，没有了，没了！走。然后还有什么？牙刷、卫生纸、发罐、罐装食品、清洁剂、水果、蔬菜。好嘞。
干什么？你站在这里？我是和这个小男孩一起的。罐装食品啊，就在他这里。拿一罐，好。嘿嘿，吓你一跳。走。清洁剂、水果和蔬菜。好嘞。滚蛋！水果和蔬菜。撂下，我拿一个番茄，这样既是水果又是蔬菜。走，滚蛋！走，哎，水果和蔬菜，你看，请接机。滚蛋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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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鹅来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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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快跑快跑快跑快快跑，哎，摔一跤，滚蛋，趴那儿，嘿嘿，来人呐，老太太把别人的眼镜藏在他们家车库了，快来人呐，有人管吗？还有什么东西来着？清洁剂。哪个是清洁剂？哪个长得像？哦，这儿清洁剂。老太太，快去看看嘛！小孩把你们家东西都藏车库里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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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胜利了！哎，加速跑！别过来！我的，给我，好，你等着，你等着啊！哎，没油了吧？没油了吧？来人呐！老太太把罐装食品放在电视台门口了。来人呐！老太太把自己家的清洁剂，快点来呀！老太太，老太太来捣乱了，开门呐！让她上电视，上电视，让她上电视。嗯，上电视，上电视。上电视，开门呐！有人管吗？垃圾桶呢？藏车库里了，出来看看呀！哼，没有了，完了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去购物完成，完成，好，把小男孩关进车库里，小男孩。在哪里？你的眼镜在车库里了。我得给你眼镜，你才敢站起来，对吗？你个怂！给你拿眼镜子去。来。嘿，来，来呀，来呀！那老太太把你的眼镜放到车库里了。哎，走，一步一步走，哎，走，走，哎，一步一步走，哎，走，走，哎，走，哎，走，好嘞，拜拜。这有额外任务吗？没有。完了，快来吧！有，
有人把小孩挂咱家车库里了。记者，给你来个萝卜，你报道报道好吗？不管事儿，关键时刻你们都不管事儿。快跑！去后院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去后院着什么急？我们霍霍园丁半天，我们不得给园丁大爷送点礼吗？大爷，我来报恩来了，大爷，大爷你干嘛呢？大爷，你看我新买的雨伞，多好啊，大爷。这个雨伞，这个雨，大爷给你放这儿了，大爷，顺便我把玫瑰给你揪下来了，大爷，拜拜。这回我带走了，大爷。哎，大爷，我把你们家钥匙带走了，你别回去了。哎呦，大爷，你看我帮你找到你的孙子。大爷，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，来，你介绍我老伴儿吧，大爷。大爷，你看你们俩多合适。你看你的钥匙摆在了他的摊子上。哎呀，好好拦住他。好，老太太家里藏大爷了，快来看呐！老太太把大爷藏在车库里了，有人管吗？老太太，走，老太太，快来人呐！有人把大爷藏在老太太车库里了。来，大爷给你来根葱。呵呵。好的，我去大爷家捣乱吧。哎，我还是把老太太的东西都搬空吧。老太太，你们家有大爷，你在车库里藏大爷，我看见了。老太太，车库里有大爷，有大爷，有大爷，你看，车库里有大爷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车库里有大爷，有大爷，有大爷，有大爷。不含糊是吧？行。不在乎对吧？好，拿别人的性命不当回事儿，要走。来，给你来个玩具车，走。来，给你来个铁铲子。来，给你来个铁叉子，你以后当园丁吧。那个园丁，上一代园丁已经被我淘汰掉了。你就是下一代的园丁，不要哭。哟，能出来的？哟，我赶在你头里把玫瑰拿走。哼，嘿。
哟哟，藏起来，藏在这里应该看不见了就。呵呵呵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墙的钥匙没有用了，现在后门打开了，已经。走。我到隔壁的镇子上去兜售自己的肖像。我是一个艺术鹅。那个艺术鹅特别的艺术。那里的小孩不要动，把足球给我撂下。你看，我向你推荐这幅画，这幅画你给200块钱就拿走好了，听到没有？嚯，居然敢踢球，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把画买走，拿钱，拿钱！叼走。走了，哎，哎，走错了。走了，呵呵，我们去下一家。鹅不走空，去下一家。呵呵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鹅来了，出来迎接。哦吼，这个板子这里我能穿。哎呀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好的，把老太太的东西藏在你们家，这样被犯案了你就有嫌疑。那个玫瑰拔得掉吗？拔不掉。好的，我把你的球棒子拿走。趁他，趁他没有发现，走。藏到这里。你好。哦，他有邻居。好的，把你的烟斗拿走。来呀！来呀！嘿嘿，烟斗拿走，好的。我的任务做完了吧？让人打碎漂亮花瓶，帮那位女士打扮半身像。嗯哼。烟灰掉了，好，我去，我怎么进这个女的他们家呢？福尔摩斯，福尔摩俄，哼，萌生啊，我已经发现了滑点，从老头家进哦。老黑头，老黑头，